我们终于成功逃出来了，远离我们的原生家庭，远离我们的恐龙妈妈，终于能够相爱了。亲爱的，你想去哪里？去天涯，去海角，不管是天涯海角，我都愿意跟你去。好，就让我们抛弃全世界，一起私奔到天涯海角。哇，太感动了！你终于找到你的勇气了。我终于找到我的勇气了。太大力了，小了一点，太轻。我终于找到我的勇气了。等一下，火车来，我们就上车，直到最后一站再下车。那最后一站是哪里呢？桃花源。那是我们向往的乌托邦。